我们主日学要跟各位献唱的这首叫做《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》。这首呢，我们会分成三段，第一段是用原住民的台湾话唱，第二段是台语，第三段呢是国语。然后呢，大家看到我这身打扮，就知道呢，哦，我们一定是很接纳这个族群，爱这个族群，并且愿意来演唱这个族群的歌。所谓的族群融合，其实不用多说什么，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了。好，那我们宝贝班呢推广融合教育已经很多年了，可是很多弟兄姊妹他可能心里想说，我又不懂特教，我又没有这个经验，所以呢就裹足不前。宝贝班至今成立已经17年了，就在今天，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跟我们宝贝班的小朋友即将站在台上，为大家还有为上帝来献唱这首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。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主日学的小朋友今天就用行动来证明，只要和宝贝班的小朋友一起谱出这美丽的乐章。Nosotros somos una familia. Dalam Nabi Isa, kita ialah sekeluarga.